老师，能离老师远一点吗？ Good luck。由赵露思、林雨萱主演的电视剧《我喜欢你》马上就要开播了。该剧主要讲述了精英总裁与小厨娘的恋爱之路。一向沉稳果敢的精英总裁也会在爱情面前迟疑不决，一向横冲直撞无所不惧的小魔女厨娘也会因自卑而胆怯。二人之间的恋爱火花各种碰撞，先是火场的初遇，而后又是故事难醉酒误闯路径套房，各种名场面爆笑来袭，频发的事故使二人牵连不断，做菜还款协议有将二人牢牢锁紧。赵露思这次饰演的小厨娘可是狂撩大叔，撒娇卖萌喊老师，大一爆名场面更是满满酥甜。黑帮总裁为了追妻更是放下身段为其做苦力，身份悬殊的恋爱虽然面临种种阻碍，但二人共同化解横亘在中间的误会和猜疑，就此开启了一段烟火蜜恋。